其实旁边的已经可以挖了。对啊，可是我是要先再把，而且下面不知道是有石头还是中空的。有一层石头。那我来。啊，青金石。哎，这是青金石？不是不是。没有，我说黑黑的这个。啊，这是黄金哎、欸。真的认不出来、欸。那我刚刚其实不亏啦。哦，这什么？谁？我把它旁边的交掉。啊，其实不亏啦。嗯，好。下面那下面那个呢？在那个岩浆旁边那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三个。那个看起，哎呦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要下去吗？可以啊，从这边挖一条下去的道路。走吧。那感觉起来又是黄，又是钻石、欸。可是它看起来，对啊，它看起来比较像钻石，黄金好像比钻石亮。嗯。它刚刚就下面那个没有现在上面那个这么亮。我现在有四颗黄金，哎、欸，繁星，你有黄金吗？有啊。好，那我们家就去缺苹果、哦。到了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哦，这个水流有点烦。我看一下、哦。铁。铁。那是铁，但是对面那个应该就是钻石了。走开了，水流走开了。对面哪里啊？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挖。水流走开了。好黑哦。好黑哦！地上有没有？哦，这边吗？啊，这个嘞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是不是钻石？不是，是黄金。这个嘞！哪一个？我这边，我没有铁镐。等一下。呵。我起来，等一下，我把旁边堵起来，啊，留下来了，啊，这边是水源镇上头，来去，我这样可以，哪里？对面，这是黄金吗？钻石吧？嗯，钻石哦，不知道哎。钻石，钻石哦，三颗，哎、欸，我们有九颗了。那、啊、地上这是铁吗？这样，钻石九颗。啊，我们鞋子都还没做哎、欸，先烧一下熔炉。哎、欸，我们刚那里有熔炉啊，我刚放了14个铁在上、啊，我们要先上去。好，要怎么上去啊？这里啊，旁边这个洞啊，这里。啊闪闪说：“你一开始就杀兔子哎、欸！”哎呦呦呦呦呦呦！等，停！嘿，花了嘿，那边就是岩浆，这边嘿，这边吓、到，我刚才往前冲过去，我也是。在下面，这里。鞋子，你有合成台哈？有，我放在熔炉上面哈。来，这给你，我们先把铁装全部都7个给你，一人一半。你可以做铁剑跟那个铁斧了，或铁镐。先做鞋子，然后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先做，然后做铁镐好了。嗯，铁镐也很重要，这样比较需要挖东西。外木材。那你没木材吗？有了，有。然后，铁镐怎么这么黑啊？不要这么讲，石斧他也不愿意那么黑啊。再做一個九个哦，它明明是银色的，为什么这材质棒是黑的？我们要不要先做一个钻石啊？钻石的装备，因为繁星那里还、我们教我没有，我做稿了，因为我刚刚追人做剑嘞，做剑做啊，啊你们做、啊，我们教五个就可以那个嘛，五个钻石，你说九个吗？我说。五个钻石就可以做那个附魔，是吧？我不是只要一颗啊，可是有干涉吗？加上钻石镐3个哦，所以他有钻石，那我们可以先做没有啊，两个各一把。你有干涉吗？没有，等下抢啊！
那等一下，丹丹，我就先做钻石剑吧。好，来钻石剑。对，这个我到现在都还没用到剑。OK， 哦，这钻石剑怎么跟铁剑长一样啊？啊，铁剑，这里的铁剑是黑的。我做一个钻石帽哦，我做一个钻石帽。好好好，还是钻石帽给你啊？和钻石帽的防御比起来 ，CP 值没有那么高。没关系啦，等一下我们再多还会好像多0.5。我刚看到有人的名条。哪里啊？在左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，但是我刚看到有人的名条。快快看快看，哪里？没看到。那先走吧。只是我们的那个黄金，我错过了什么？还是我们上去拿那个苹果吗？苹果啊，对啊。我有10个黄金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你要绕绕远路回去啊。我们先把下面探完吧。嗯，右边那一边也蛮危险的，因为那边也是峡谷，这边也蛮危险的。你说这边？哎、欸，等等，在顿顿顿顿顿，真的好危险哦。对啊，因为这随便都会天降啊。好，他刚刚就从上面走，所以峡谷最可怕的就这里。好了，我们先原路回去好了。先不要，对，太可怕了。你的血量不堪一击，真的是只要啊，还好有铁装，应该可以被射一下，不会死。原路应该就对这条直接过去。那这个呢？这是铁吗？应该是铁啦，用看起来应该是铁。铁铁铁铁铁。原路这边。上去吗？外面在下雨，麦不要。啊！外面在下雨。结果。OK， 这就代表着会有怪。小金，你不上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在下面多挖几个铁。哦、其实我还想再去找钻石哎。可是，感觉旁边就是那个啊。大峡谷。对啊。我先回去好了。旁边就是大峡谷啊，我都还没有食物哎。哦，我有一颗苹果。你有一颗苹果？我现在。那我可以用两个生羊肉跟你换吗？啊，也要煮熟的吧？哎、欸，你合成塔有拿回来吗？合成的在我身上。那、啊、你现在黄金够吗？够够够够够。那你先做一颗。你们俩好磕，那我去找你们好了、啊。我苹果给你。啊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你那血量应该可以直接先磕掉了，两颗星而已，太少了。我直接磕，四颗星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好很多。那走哪里呀、啊？哦，舒服。我们这边主要是因为，都是峡谷地形，太难探了，嗯，只能很慢很慢的前进。OK， 工作台挖掉可以走了。你不是要上去吗？走，你要带我这样，我迷路了。应该是这一条了。哦，我快不能跑了哦。我觉得我要，那你要不要先煮啊？对，我觉得要先烧一下食物，熔炉。我有熔炉，我有熔炉。嗯，不然我等一下遇到什么不能跑，我就尴尬了。我遇到 ID 了，在哪里？谁的？应该是青队。我很想知道他们死，因为完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附魔。这样黑白的话，也看不到附魔。有啊，身上会亮啊。腐肉好吃。然后等站在原地等饥饿。烤羊肉、鸡肉、猪肉、牛肉。好想挖钻石你先顾好你的性命。我现在是真的好想挖。还要看到其他的吗？还是要就是还要再找啊。我觉得我们其实上去，我们现在上去也没意义啊。好啊，那等我把这些食物烤个大概。欸，我们中心点在哪里啊？你有背吗？1750。嗯，好好。木质按钮，铁矿。因为我们现在上去也没有黄金，也没办法回血嘛。嘿，那不如我们就直接那个，不如我们就先就是先在下面先找一下我们其他的。那等繁星跟我们汇合以后，我们再上去找苹果。好，先多烧一点食物。来，再给一次坐标。
现在在873602，太远了吧？很远哦，他那个就是反方向在那个602哦。我觉得你把苹果准备好，然后我们在中央汇合，会不会比较快一点？不会。看一下哦，所以要往回去刚刚那个地方探吗？哎、欸，这一局很难得哦。没有，汪汪跟泽平队，汪汪秋风泽平队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要认真、欸。等一下，他妈打起来，他妈打起来了！哦，看到血了。哦，终于，吃了。我、哦、没有是巧克力，他们吃了。对他们全满了，他们要打架了。哦，注意周围，注意周围。你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像被烫到的？没有，目前没有。等一下。打了是他们要克白，他们又要克白。哦，他们那一队要灭了，他们要无损，要无损，无损了、哦，无损了。真的，看起来可以无损哦。没有，两个逃了，汪汪跟陨月死了。对，然后他们现在应该还在追。等一下啊，为什么繁星你怎么了？啊，繁星也在那边哦、喔。对啊。哇。哇哇。他们无损欸。氪金苹果啊，好，我走了，拜。拜拜拜。我本来想说渔翁得利。但是在我们的钻石岛就不见了，我们一定要再拿那个。哇哇塞。啊。哇！我在帮你们呢，可惜。哇！哇，被围了，而且我们还有附魔台什么的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没关系啊，一起当观察者，不会寂寞。终于可以变。哇！天啊，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多彩，好。来，我要换材质包了。对，换材质包，换回来了。好棒啊！刚刚那里在哪里？哎呀，哇！他们全部吃金苹果打了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居然真的哦、喔，对啊，他们三个都吃了，已经一个人在那边啊。这世界好漂亮，跑那么远。哦，我跟你讲为什么，我一开始就跟我队友分散啊，因为没有我要去杀远那个杀闪闪。然后就是团团的血完全被我消到的，哦，对吧、啊？另外就打起来了，没有，是他们金苹果消了。彩色的来了，波浪符，这样我可以去念书了。XDD， 感谢续订，快去念书。超级留言，感谢，哇！刚刚不应该往前的，嗯，后面还有一个没有注意到，嗯，对，挖通看到他们种树的基地啊，他们这里好像刚刚是在这里嘛，看一下，在，哎，倒水的这里，对，他们那边种树，哎、哦，那个这里刚好是一个圈呐、啊，他们这里刚好是可以绕一个圈的，哦哟，所以我们才会被绕背。哦，绕背应该是繁星在我们后面。对啊，哦，绕背是我的，我是挖一个闪电撞的走过来啦，因为看到你们打起来了，我被卡在中间。居然，哎呀，繁星不是巧克力他们那队的、啊，我还以为等我们打完之后再入场。没有啦，还是我们一个转身逃跑就遇到你。对，一个转身遇到我，想说，哎。然后就打起来了，对，就打了我，两边都是人啊。哇，这样子给巧克力他们赚到、欸，大赚一波哎、欸！他们没扣多少，对啊、欸。可是他们好像没有拿附魔台哎、欸，附魔台没拿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在哪？在哪？居然！TP我，在这。对啊。哎，他们自己身上有附魔台了？没有，有的话他们早就附魔了。附魔了啊？对啊。你看，所以黑白有黑白的好处，干不到什么。对，哎、欸，他们，哦，好，不要走过来，对，往上走，往上走，走，走掉，对，不用回头，哎、欸，不要去巧克力的台说，还有哦，你们这样不优哦，你们，我看到巧克力回来了，捡，那就是有问题，哦，红包的，有人，观众不要告密哦。拿到了巧克力，他们走回来了。
有，我们来收了，一定有，太明显了，直接看到，一定有人讲了，是谁啊？是谁啊？自首哦，自首哦，自首编三十分钟哦。箱子，没关系，等到他们剪出精华，我们就可以去看了。有道理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本来要走了，又走回来，一定有人。对啊，而且滋滋往这边冲哎。嗯。一定有问题啊。欸，我的那个 TP 选单，每个人都是史蒂夫和 Alex。 哦，这已经两届了，已经第三届了，都这样子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队会死光啊，黄队这队会死光啊。嗯，他们已经有青金石了。